你这是你这里咋不一样呢？干啥？是你自己的。哎，你这挺好吃的，这个酸溜的。Oh my god！ 是你自己的馅。快快，没了没看着啊！快点，快快把麦片拿来，我给你拿蒜。什么玩意儿？麦片，葱得奶，给我拿来，就在那儿呢。啥时候整麦片？你骗谁呀你？那不在那儿吗？看着了，就给我瞅一下。对吧？我给你拿蒜。看看呀，吃蒜有他这么吃的吗？我今天我给他来点料，看看我看他还吃不吃。啥时候买的？我咋不知道呢？还买的麦片儿？给我。啥玩意儿给你呀？这啥时候买的？这是全自己抠门哥的，干啥呀今天呢？给我。太烫了，太烫。一个人。大酒小吃，泡上，怎么的？我泡上。黄瓜丝也不对呀，这黄瓜丝里放点蒜呢。你这样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这黄瓜丝啥也不放，就放点咸盐和调味剂，没有这么拌的。关键你放点香醋，是不是？它有提味儿。那你拌啥呀？你拿黄瓜咸的呢？不是我说你，天天整饭，天天都整不明白。你这咋又跟我不一样呢？你这啥呀？啊？等着。哎呦我去！来。你这酸溜溜比我倒好吃啊，不错这个。这过分了你啊，有没有你这么吃东西的？你是我滚犊子啊，夸夸的这家伙的都给你吃啊啊！你这说话好好说，老动啥手啊？天天你这是还没让咱俩动手乒乓球干啥呀？这是啊，这干啥天天呢？这一天呢，吃个饭吃不消，吃饭挨揍。哎呦我的妈！给你惯的，我在这看着啊。
老板，我捡一下。是你自己的。哎呦我去！太小了啊，好不准。想啥？那厨房还有呢。那还有你不都拿了都没了呢？这么点小包能给我吃啊？还有啥呀这？啊？牛奶。就整一杯呀？啊？太自私了吧你？啊，别管，挺好吃。我吃饱了，我不吃了。放冷冻还是放冷藏了？找不着搁哪儿啊？袋里呢，找一找。这啥意思？整一剩一个呀？咋热呀？还热？往哪热呀？一个够吃就行呗。老板讲了。包子呢？整这么一口，你说天天跟我玩呢，搁这啊？会猫呢？我那腊八蒜呢？啊？啥腊八蒜？腊八蒜，我炖的零花腊八蒜，吃完就往这一放，蒜哪儿去了？去酒店干啥呀？我也光没聊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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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捡一下。